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六案，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5年4月7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卢兆杰委员修宴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邀请财政部张部长审核与经济部卓政务次长石朝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亦邀请国家发展委员会等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相关主管机关首长说明并进行询答后，旋即进行协商，经充分讨论后完成审查。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与会讨论本案时，由卢兆杰委员秀燕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卢委员秀燕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依律逐章进行二读。海关进口税则，请宣读第17章增注五。第17章糖及糖果修正增注五，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第20章。第20章蔬菜、果实、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之调制品修正第20079910号之第二栏税率，修正萨尔瓦多 SV 及洪都拉斯 HN 适用之税率。宣读完毕。第20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第21章。第21章杂项调制食品修正第21069055号之第二栏税率，修正萨尔瓦多 SV 及洪都拉斯 HN 适用之税率，增订第21069056号之税率或名级或号或名级税率。宣读完毕。第21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第22章。第22章饮料酒类及醋增订第22029017及22029027号等二项之税号或名级税率。宣读完毕。第22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第32章。第32章柔革或染料用萃取物、鞣酸及其衍生物、染料、颜料及其他着色料、漆类及矾粒水、油灰及其他灰泥末类，删除第32151100及32151900号等二项之税号或名级税率，增订第32151110、32151190、32151910及32151990号等四项之税号或名级税率。宣读完毕。第32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第35章。第35章蛋白状物质改质淀粉、焦酵素增订第35069130号之税号或名级税率。宣读完毕。第35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第37章。第37章感光或电影用品修正第37079010、37079020、37079030及37079090号等四项之第一栏税率。宣读完毕。第37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第39章。第39章塑胶及其制品删除第39231000号之税号或名级税率，增订第39079920、39199020、39231010及39231090号等四项之税号或名级税率。宣读完毕。第39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第59章。第59章浸渍、涂补、批复或粘合之纺织物、工业用纺织物删除第59119000号之税号或名级税率，增订第59119010及59119090号等二项之税号或名级税率。宣读完毕。第59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第84章。第84章
核子反应器、锅炉、机器及机械用具及其零件，修正第八四七六八九一零号之或名及第一栏税率，修正第八四四二三零三零、八四四二三零九零、八四四二四零九零、八四四二五零一零、八四四三九一零零、八四七二九零一零、八四七二九零二零、八四七二九零三零、八四七二九零四零、八四七二九零九零、八四七三四零九零及八四七五二一零零号等十二项之第一栏税率。删除第八四一四一零零零、八四一四五九零零、八四一九五零零零、八四二一二九零零、八四二三二零零零、八四二三三零零零、八四二三八一零零、八四二三八二零零、八四二三八九零零、八四二三九零零零、八四五六一零零零、八四七五九零零零、八四七九八九六零及八四七九八九九零号等十四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增订第八四一四一零一零、八四一四一零九零、八四一四五九一零、八四一四五九九零、八四一九五零一零、八四一九五零九零、八四二零一零二零、八四二一二九一零、八四二一二九九零、八四二一三九二零、八四二一九九二零、八四二三二零一零、八四二三二零九零、八四二三三零一零、八四二三三零九零、八四二三八一一零、八四二三八一九零、八四二三八二一零、八四二三八二九零、八四二三八九一零、八四二三八九九零、八四二三九零一零、八四二三九零九零、八四二四八九二零、八四二四九零三零、八四五六一零一零、八四五六一零九零、八四六六九三二零、八四六六九三三零、八四七五九零一零、八四七五九零九零、八四七六九零二零、八四七九八九六一、八四七九八九六九、八四七九八九九一、八四七九八九九九及八四七九九零三零号等三十七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八十四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第八十五章，请宣读。第八十五章，电机与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声音重放机、电视影像声音记录机及重放机，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修正第八五零一六四一零、八五零二三九一零、八五零四四零九一、八五零四四零九二、八五零四四零九三、八五零四四零九四、八五零四四零九九、八五零四五零一九、八五零四五零九零、八五零四九零零零、八五一八一零九零、八五一八二一零零、八五一八二二零零、八五一八二九二九、八五一八二九三九、八五一八二九九零、八五一八三零一零、八五一八三零二零、八五一八三零三二、八五一八三零三九、八五一八四零九零、八五一八五零一零、八五一八五零九零、八五一八九零九零、八五一九八一零零、八五一九八九零零、八五二一一零一二、八五二一一零一九、八五二一一零二二、八五二一一零二九、八五二一九零一零、八五二一九零二零、八五二一九零九零、八五二二九零一零、八五二二九零二九、八五二二九零三零、八五二五八零一零、八五二五八零二九、八五二五八零九零、八五二六九二九零、八五二七一二零零、八五二七一三零零、八五二七一九零零、八五二七二九零零、八五二七九一零零、八五二七九二零零、八五二七九九零零、八五二八四九一零、八五二八四九二零、八五二八七一一零、八五二八七一九一、八五二八七一九九、八五二九九零一一、八五二九九零三零、八五二九九零四零、八五二九九零五零、八五三一八零九三、八五三六三零零零、八五三六五零一一、八五三六五零一九、八五三六五零二零、八五三六五零四零、八五三六五零九零、八五三六九零九零、八五三八一零零零零、八五四三二零零零及八五四三九零九零号等六十七项之第一栏税率，删除第八五一五一九零零、八五一五九零零零、八五二七二一零零、八五三九三九二零、八五四三七零五一及八五四三七零五二号等六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增订第八五一五一九一零、八五一五一九九零、八五一五九零一零、八五一五九零九零、八五二七二一一零、八五二七二一九零、八五三六九零四零、八五三九三九二一、八五三九三九二九、八五四三三零二零、八五四三七零五三、八五四三七零五九、八五四三七零九三、八五四三七零九四、八五四三七零九五及八五四八九零二零号等十六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宣读完毕。第八十五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九十章。第九十章，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查精密内科或外科仪器及器具，上述物品之零件及附件。修正第九零三零二零一零、九零三零三一零零、九零三零三三一零、九零三零三三二零、九零三零三三三零及九零三零三三九零号等六项之或名及第一栏税率。修正第九零零一二零零零、九零零一九零九零、九零零一九零二零、九零零一九零九零、九零零二一九零零、九零零二二零零零。
9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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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及901090/2020号等二项之税号或名及税率，增订第901090/30/901310/30/9013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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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完毕。第90章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98章增注五。第98章关税配额之货品修正增注五，宣读完毕。第98章增注五照审查会意见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意无意请宣读经过二读之内容。第17章糖及糖果，第20章蔬菜果实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之调制品，第21章杂项调制食品，第22章饮料酒类及醋，第32章柔革或染色用萃取物、鞣酸及其衍生物、染料颜料及其他着色料、漆类及矾粒水、油灰及其他灰泥末类，第35章蛋白状物质改制淀粉、胶酵素，第37章感光或电影用品，第39章塑胶及其制品，第59章浸渍涂布、批复或粘合之纺织物、工业用纺织物，第84章核子反应器、锅炉、机器及机械用具及其零件，第85章电机与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声音重放机、电视影像声音记录机及重放机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第90章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查精密内科或外科仪器及器具上述物品之零件及附件，第98章关税配额之货品，宣读完毕。三读内容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通过。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7案《国民教育法》第1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于105年4月7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召集委员黄国书担任主席，邀请教育部部长吴思华及相关人员列席说明并被质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进行讨论，完成本案审查。本案审查完竣，提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黄召集委员国书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谢谢。那么现在请召集委员黄委员国书补充说明。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啊。有关于《国民教育法》第10条的修正草案啊，原提案人陈明文委员啊，他原来的提案呢，他希望针对我们一些偏乡或离岛的学校的人事跟主计。由因为职务上的需求啊，那人因为这些人事啊，人员非常的少，所以希望由教师来兼任。可是我们考量啊，教师的专业上啊，他必须要以授课为他最主要的工作。那在委员会里头讨论以后呢，我们把他原来的提案呢做了一些修正。那我们增加一些条文，学校的专任人事、主计人员。或经有关机关办理相关训练合格之职员哈、啊、来兼任之，但是这个职员呢并不包括护理人员啊，
所以本案呢就用这样的决议来修正通过我补充说明谢谢大家。好，谢谢黄委员。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国民教育法，请宣读第十条。第十条，国民小学与国民中学设校务会议议决校务重大事项由校长召集主持，校务会议以校长全体专任教师或教师代表、家长会代表、职工代表组成之，其成员比例由设立学校之各级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定之。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是规模大小着设教务处、学生事务处、总务处或教导处、总务处，各自主任一人及职员若干人，主任由校长就专任教师中聘兼之，职员由校长领用，均应报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备。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应设辅导室或辅导教师，辅导室设主任一人及辅导教师若干人，由校长遴选具有教育热忱与专业智能教师任之。辅导主任及辅导教师以专任为原则。前项专任辅导教师员额编制如下：一、国民小学24班以上者至一人；二、国民中学每校至一人，21班以上者增至一人。前项规定自中华民国101年8月1日施行，于5年内逐年完成设置。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得视实际需要，另置专任专业辅导人员及义务辅导人员若干人，其班级数达55班以上者，应至少置专任专业辅导人员一人。直辖市、县市政府应置专任专业辅导人员，是实际需要统筹调派之，其所属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校属合计20校以下者至一人，21校至40校者至二人，41校以上者以此类推。前二项专任专业辅导人员设置所需经费，由教育部视实际需要补助之，其人员之资格、设置、实施方式、其成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教育部会商直辖市、县市政府后定之。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应设人事及主计单位，规模较小未设专责单位之公立学校，得由直辖市、县市人事及主计主管机关构指派所属机关构学校之专任人事主计人员，或经有关机关办理相关训练合格之职员兼任之，其员额编制标准依有关法令之规定。前项职员不包括护理人员。宣读完毕。国民教育法第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无异？好，无异。那么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十条，国民小学与国民中学设校务会议议决校务重大事项，由校长召集主持。校务会议以校长全体专任教师或教师代表、家长会代表、职工代表组成之，其成员比例由设立学校之各级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定之。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是规模大小着设教务处、学生事务处、总务处或教导处、总务处，各自主任一人及职员若干人，主任由校长就专任教师中聘请兼职，职员由校长领用，均应报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备。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应设辅导师或辅导教师，辅导室至主任一人及辅导教师若干人，由校长遴选具有教育热忱与专业智能教师任职，辅导主任及辅导教师以专任为原则。前项专任辅导教师员额编制如下：一、国民小学24班以上者至一人；二、国民中学每校至一人，21班以上者增至一人。前项规定自中华民国101年8月1日施行，于5年内逐年完成设置。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得视实际需要，另置专任专业辅导人员及业务辅导人员若干人，其班级数达55班以上者，应至少置专任专业辅导人员一人。直辖市、县市政府应置专任专业辅导人员，是实际需要统筹调派之，其所属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校属合计20校以下者至一人，21校至40校者至二人，41校以上者以此类推。
前二项专任专业辅导人员设置所需经费，由教育部视实际需要补助之，其人员之资格设置实施方式、其成绩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教育部会商直辖市、县市政府后定之。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应设人事及主计单位，规模较小未设专责单位之公立学校，得由直辖市、县市人事及主计主管机关购指派所属机关购学校之专任人事主计员，或经有关机关办理相关训练合格之职员兼任之，其员额编制标准依有关法令之规定，前项职员部包括护理人员。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没有文字修正，那么我们做以下决议：国民教育法第十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八案，国民体育法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于105年4月7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召集委员黄国书担任主席，邀请教育部部长吴思华及相关人员列席说明并被质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进行讨论，完成本案审查。本案审查完竣，提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黄召集委员国书补充说明。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请召集委员黄委员国书补充说明。好，谢谢主席。各位同仁，针对国民体育法第四条条文的修正案，为了因应行政院的组织改造，行政院体委会也配合组织改造于102年1月1号就并入教育部了，所以我们在国民体育法的第四条条文将主管机关修正为教育部的体育署。那另外有关于行政院体委会之权责的事项呢，就自102年1月1号改由教育部管辖。好，以上补充说明，谢谢。好，谢谢黄召集委员。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那么我们就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国民体育法第四条，请宣读。第四条，本法之主管机关在中央为教育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直辖市政府、县市政府应设体育专责单位，乡镇市区公所应置体育行政人员，负责辖区内国民体育活动之规划、辅导及推动事宜。宣读完毕。国民体育法第四条，我们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那么我们就进行三读，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四条，本法之主管机关在中央为教育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直辖市政府、县市政府应设体育专责单位，乡镇市区公所应置体育行政人员，负责辖区内国民体育活动之规划、辅导及推动事宜。宣读完毕。那么我们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那么我们做以下决议：国民体育法第四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九案，国民体育法第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于105年4月7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召集委员黄国书担任主席，邀请教育部部长吴思华及相关人员列席说明并被质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进行讨论，完成本案审查。本案审查完竣，提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黄召集委员国书补充说明。宣读完毕。现在我们请召集委员黄委员国书补充说明。好，谢谢主席。各委员，针对国民体育法第八条的条文修正啊，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国内的体育团体在运作上常常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单项协会，他们自行其政，那没有照顾到选手的权益，所以常常会出现我们的选手代表国家参赛，到了比赛的场地却发现没有器材可以用，参与集训呢却没有看到应该有的服装，所以常常看到啊这样的情形，同时没有看到主管机关进行积极的处置。所以上述的问题并不是单一的运动团体的个案，所以我们希望在现行的体育团体的考核制度上，在现行的法规啊已经不足以规范，所以为了使考核制度可以落实，所以我们在这个条文里头建议修正啊，加入定期考核以及民众参与的规划，来提升国内体育团体的经营的素质，所以提出国民体育法第八条的条文修正案啊，做补充说明。谢谢。谢谢黄召集委员。那么本案经审查会意见，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国民体育法第八条，请宣读。第八条，民间依法成立之各种公益体育团体，其业务应受各该主管机关之指导及定期考核，其项之考核项目应包括民众参与之规划。体育团体推展体育事务时，除人民团体有关规定外，应依照相关国际体育组织之规定及其章程办理。中央主管机关为健全体育团体之业务运作，得订定相关办法。宣读完毕。国民体育法第八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由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那么我们就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八条，民间依法成立之各种公益体育团体，其业务应受各该主管机关之指导及定期考核，其项之考核项目应包括民众参与之规划。体育团体推展体育事务时，除人民团体有关规定外，应依照相关国际体育组织之规定及其章程办理。中央主管机关为健全体育团体之业务运作，得订定相关办法。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那么我们做以下决议：国民体育法第八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十案：国民体育法第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于105年4月7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召集委员黄国书担任主席，邀请教育部部长吴思华及相关人员列席说明并被质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进行讨论，完成本案审查。本案审查完竣，提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黄召集委员国书补充说明。宣读完毕。现在请召集委员黄委员国书补充说明。好，主席、各委员，大家好啊。有关于国民体育法第十八条条文的修正案啊，我们鉴于目前国家代表队的培训选手的保险制度并没有明确的基准，
所以多数体育团体都以一般的意外险跟寿险呢，作为选手保险的保单的内容，以应付本法的要求。但是我们国家代表队培训选手的初赛啊，都以冒着运动员的生涯的风险为国付出。为了考量运动员的运动生涯以及从事项目之特殊性，我们政府实有必要为国家代表队的培训选手的保险制度做出更明确的规范与保护，来维护选手的权益。所以我们提出国民体育法第十八条条文的修正草案啊，针对保险的一些项目啊，我们由这个国民体育法的条文呢，我们明确啊来规范啊。以上做补充说明，谢谢。谢谢黄召集委员。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国民体育法第十八条，请宣读。第十八条，体育团体因为国家代表队培训选手办理必要之保险，其保险范围、项目内容与经费补助及相关事项，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国家代表队培训选手因集训或参赛致身心障碍或死亡者，政府应发给慰问金，其发给对象、条件、标准、领受权人、领受顺序、领受权之丧失、申请程序、期限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国民体育法第十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由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那么我们现在就进行三读，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十八条，体育团体因为国家代表队培训选手办理必要之保险，其保险范围、项目内容与经费补助及相关事项，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国家代表队培训选手因集训或参赛致身心障碍或死亡者，政府应发给慰问金，其发给对象、条件、标准、领受权人、领受顺序、领受权之丧失、申请程序、期限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好，那么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那么我们做以下决议：国民体育法第十八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针对国民体育法第十八条条文完成立法程序后，有黄国书委员登记发言。请黄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各位同仁啊，以及在场的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啊！我们非常感谢行政院以及各位同仁的支持，让我们的国民体育法第八条与第十八条的修正案啊，可以在今天顺利三读通过。国民体育法第八条的修正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建立一个让我们的国内单项运动协会可以受到监督并且愿意与球迷对话的环境。国民体育法第十八条的修正是希望让我们辛苦的选手在保险的制度上可以让政府更充分的保障。在现行的制度下，我们的国手付出，我们的单项协会往往为了要节省经费，只帮他们加保死亡险、伤残险，也就是说，除非国手出赛的时候为国捐躯或有伤残，才能够得到保险的照顾。如果是因为比赛中受到的运动伤害或后续的损失，没有任何的保险啊，这并不公平。虽然在去年的世界棒球十二强赛事中，经过球员的争取，我们看到了政府开始以专案的方式对保险的问题进行改善。但是对于选手的照顾，我们认为不应该只是以专案来进行，更应该用通案的方式，让所有的选手在顶级的国际赛事中都能够感受到国家对选手的尊重。我们也相信这样可以激励在基层努力的选手们，让他们知道为国争光是有保障的，国家是愿意在背后支持国手的体育赛事。今年是我们的奥运年，
各项的筹备紧锣密鼓。教育文化委员会也针对奥运的备战要求体育、教育部进行专案报告，并且委员会也要求体育署应该就机票、安全、保险等部分呢，提供选手最好的奥援。然而，对于国手的支持不应该只是针对奥运，因此期待在今天的法案修正后，我们的政府可以真正成为国手们在对外征战时最坚强的后盾，为我们的选手提供最好。谢谢黄召集委员。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十一案，废止职业学校法，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于105年4月7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召集委员黄国书担任主席，邀请教育部部长吴思华列席报告及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进行讨论，完成本案审查。审查结果照案通过，将本法予以废止。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退请黄召集委员国书补充说明。宣读完。好，谢谢。那么现在请召集委员黄委员国书补充说明。好，谢谢主席啊，各位同仁啊，行政院呢函请审议废止职业学校法啊，我们在委员里头我们通过了啊，最主要是考量高级中学法、职业学校法规定的事项已经纳入了高级中等教育法的规范啊，所以我们有新的法规了，所以原本的职业学校法也应该在公告了高级中等教育法公布实施之后呢，应该予以废止哈。以上补充说明，谢谢。谢谢黄召集委员。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我们做以下决议：职业学校法予以废止。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十二案，废止高级中学法，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于105年4月7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召集委员黄国书担任主席，邀请教育部部长吴思华列席报告及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进行讨论，完成本案审查。审查结果照案通过，将本法予以废止。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退请黄召集委员国书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黄委员国书补充说明。好，谢谢主席，各位同仁，本案呢由行政院函请审议啊，废止高级中学法啊，为了因应啊高级中等教育法的施行啊，所以本案呢在为了符合中央法规的标准法的相关的规定，所以我们就办理了高级中学法的废止的作业，那本案也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呢审查完毕哈，做以上说明。谢谢黄召集委员。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做以下决议：高级中学法予以废止。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十三案，经人无序条例第七条及第3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于105年4月11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由将召集委员启程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国防部副部长陈永康等就委员提案提出报告，另请全叙部等机关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进行逐条审查。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将召集委员启程补充说明。宣读完毕。现在请召集委员将委员启程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今人胡叙条例，请宣读条文第七条。第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为因公死亡：一、执行公务因而死亡者；二、为保卫公共安全或救护公务因而死亡者；三、为救护公共灾害因而死亡者；四、在营区内发生意外或突发疾病因而死亡者；五、往返营区途中发生意外或突发疾病因而死亡，该意外或疾病与服刑区有因果关系者；六、公差遇险或离病以致死亡者；七、陆立职务积劳过度以致死亡者。前项各款原因所致之伤残为因公伤残，但第四款第五款因慢性疾病所致之伤残不适用之。宣读完毕。第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33条。第33条，申请抚恤及请领各期抚恤金之权利，自各该请求权可行使之起算，因十年间不行使而消灭；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之不能行使者，自可行使时起算。前项因不可抗力事由不能请领或续领抚恤金者，除其他法令另有规定者外，得保留其请领及续领抚恤金之权利，并应实际拒领时之给予标准发给之。宣读完毕。第3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为因公死亡：一、执行公务因而死亡者；二、为保卫公共安全或救护公务因而死亡者；三、为救护公共灾害因而死亡者；四、在营区内发生意外或突发疾病因而死亡者；五、往返营区途中发生意外或突发疾病因而死亡，该意外或疾病与服刑区有因果关系者；六、公差遇险或离病以致死亡者；七、陆立职务积劳过度以致死亡者，前项各款原因所致之伤残为因公伤残，但第四款第五款因慢性疾病所致之伤残不适用之。第33条，申请抚恤及请领各期抚恤金之权利，自各该请求权可行使时起算，因十年间不行使而消灭，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之不能行使者，自可行使时起算。前项因不可抗力事由不能请领或续领抚恤金者，除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得保留其请领及续领抚恤金之权利，并依实际拒领时之给予标准发给之。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那么我们做以下决议：经人胡叙条例第七条第及第33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14案。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经济委员会于105年4月7日召开联席会议审查本案，由召集委员段宜康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机关派员说明提案要旨外，相关机关亦
应邀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于报告及询答完毕审略大题讨论，直接进行逐条审查，将本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段委员宜康补充说明。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龙田水利会组织通则，请宣读增订第十五条之一。第十五条之一，会员符合下列规定者，使具有选举罢免会长及会务委员之权利：一、会员属自然人者，应年满20岁；二、具有会员资格持续6个月以上；三、享有灌溉或农田排水利益之土地面积合计达0.01公顷以上。前项第三款土地面积之计算，以投票日前60日当日之地政机关土地登记簿所载各项权利人权利比率为准。未注明土地权利比率者，依权利人数平均计算，主管机关得请地政与户政机关提供农田水利会事业区域内受益土地之地籍资料及相关人员户籍资料，转交各农田水利会用于造列或更正会员名册。农田水利会所取得之资料，应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相关资料之保存利用等事项，应依个人资料保护法之规定为之。第14条及第一项会员资格认定，前项会员名册造列更正资料提供会长、会务委员、候选人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增订第十五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6条。第16条，农田水利会设会务委员会，至会务委员15人至33人，其名额由各农田水利会依事业区域内灌溉排水之土地面积大小酌定之，并由具选举权之会员分区选举产生，均为无给职，但得酌之交通费、油电费，其标准由主管机关定之。会务委员会每6个月集会一次，如有会务委员1/3以上之请求，或会长任有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会议均由会长召集之，并报经主管机关备查。会务委员会开会时，由出席委员互推一人为主席主持会议，其会议之组织、议事程序、会议事项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规则，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16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7条。第17条，据选举权之会员年满23岁，其会员资格持续1年以上，得登记为会务候选人。前项会务委员任期4年，连选得连任，其选举之登记资格审查程序、罢免之提议、联署程序、成立要件、投票与开票、公告、争议处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17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9条。第19条，农田水利会之会长一人，依法令及该会章程纵理业务，指挥监督所属员工及事业机构对外代表该会。前项会长由具选举权之会员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宣读完毕。第19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9条之一。第19条之一，具选举权之会员年满30岁，具有会员资格持续1年以上，并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得登记为会长候选人：一、教育主管机关认可之高级中等学校毕业或普通考试及格，并具有政府机关、农田水利会8年以上行政、水利、土木、农业有关工作经验；二、曾任农田水利会会长、总干事4年以上或一级主管6年以上。会长选举之登记资格审查程序、罢免之提议、联署进行程序、成立要件、投票与开票、公告、争议处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19条之一，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那么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十五条之一，会员符合下列规定者，是具有选举罢免会长及会务委员之权利：一、会员属自然人者，应年满二十岁；二、具有会员资格持续六个月以上；三、享有灌溉或农田排水利益之土地面积合计达0.01公顷以上，请向第三款土地面积之计算，以投票日前六十日当日之地政机关土地登记簿所载各项权利人权利比率为准。为注明土地权利比率者，依权利人数平均计算，主管机关得请地政与户政机关提供农田水利会事业区域内受益土地之地籍资料及相关人员户籍资料，转交各农田水利会用于造列或更正会员名册。农田水利会所取得之资料，应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相关资料之保存利用等事项，应依个人资料保护法之规定为之。第十四条及第一项会员资格认定，前项会员名册照列更正资料提供会长、会务委员候选人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十六条，农田水利会设会务委员会，至会务委员席五人至三十三人，其名额由各农田水利会依事业区域内灌溉排水之土地面积大小酌定之，并由具选举权之会员分期选举产生，均为无给职，但得酌之交通费、油电费，其标准由主管机关定之。会务委员会每六个月集会一次，如有会务委员三分之以上之请求，或会长任有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会议均由会长召集之，并报及主管机关备查。会务委员会开会时，由出席委员互推一人为主席主持会议，其会议之组织、议事程序、会议事项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规则，由主管机关定之。第十七条，据选举权之会员年满二十三岁，其会员资格持续一年以上，得登记为会务委员候选人。前项会务委员任期四年，连选得连任，其选举之登记资格审查程序、罢免之提议、联署程序、成立要件、投票与开票、公告、争议处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十九条，农田水利会之会长一人，依法令及该会章程重理业务，指挥监督所属员工及事业机构，对外代表该会。前项会长由具选举权之会员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第十九条之一，据选举权之会员年满三十岁，具有会员资格持续一年以上，并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得登记为会长候选人：一、教育主管机关认可之高级中等学校毕业或普通考试及格，并具有政府机关农田水利会八年以上行政、水利、土木、农业有关工作经验；二、曾任农田水利会会长、总干事四年以上或一级主管六年以上。会长选举之登记资格审查程序、罢免之提议、联署进行程序、成立要件、投票与开票、公告、争议处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好，那么我们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我们奏以下决议：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增订第十五条之一条文，并将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及第十九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十五案。修正附照条例施行细则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外交及国防、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于105年4月6日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刘兆杰委员释放担任主席审查本案，邀请外交部政务次长侯青山等列席就本案提出说明。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旋即进行缜密讨论。
与会委员审查后，发现本案由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2条规定之违反法律情事，原提出具体更正意见。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本案于院会进行审议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刘尚杰委员释放补充说明。宣读完毕。好，那么我们现在请召集委员刘委员释方补充说明。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现有亲民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分别提出异议：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8条第二项规定，本案就如下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16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暂停审议中加转售案，四、新政府组成后重新检视本案是否有垄断言论之余再行审议，请公决案。那么本案经第一会期第9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因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17案，会址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案，本案经第一会期第9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因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均已处理完毕，下午5时起处理临时提案，现在休息。现在继续开会处理临时提案，每位委员发言时间1分钟。我们先请曾明忠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曾明忠等11人。建议我国金融业较不重视研发，自申请金融专利的件数严重不足。我们回头来看看，比如说像阿里巴巴集团，在5年内已经在国内申请了119件专利，并已取得国内39项专利，但是台湾的金融业局只有取得24项，包括国泰世华12项、台北富邦6项、中国信托4项等等，明显落后。为避免未来我国相关金融业的竞争加剧，除了请金管会采行必要的具体措施推动外，也请财政部以租税诱因，鼓励金融业强化研发，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曾明忠等11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我们请李彦秀委员。
本院李彦秀委员等十一人为提升我国医学生投入五大科别职业，并加强完训之意愿，优化五大科医师人力，以维护我国民众就医权益，因此办理重点科别住院医师津贴补助计划，对于五大科之住院医师完训一年给予一定津贴补助，但是计划期间至102年9月1号至104年8月31号为止，外界对于补助计划之对象应否含纳泛外科系，包括神经科、整形科及泌尿科等外科，多有疑虑。事故重点科别住院医师津贴补助计划是否有在讨论之必要，是否有当，敬请公决。以上。本院委员李彦秀等十一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柯志恩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柯志恩等十二人有鉴于偏乡资源不足，缺乏市场诱因，导致幼儿园应援难寻，而教育部在民国99年开办非营利幼儿园，以公私合办的方式，结合公部门与民间的力量，降低收费，提供平价的教保服务，造福偏乡幼童。教育部更于103年提出5年内要成立100所非营利幼儿园的目标，但是统计104年非营利幼儿园共有27所，只比103年增加17所，离目标仍有一段距离。非营利幼儿园增至缓慢的原因繁杂，其中一项为采委托办理非营利幼儿园时，是依照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令规定办理，导致申请步骤繁琐严苛，其成旷日费时，降低诱因。原此，建请教育部检讨委托办理非营利幼儿园的流程，并参考实验三法的申请办法，研议以审议制处理设置申请的可行性，以简化行政程序，提高民间组织办理非营利幼儿园的诱因，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柯志恩等十二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蒋乃馨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蒋乃馨、王惠美等十七人，有鉴于政府近年来大力推动工业4.0发展方案，加上物联网的风行，引发产业界与技职教育体系对于专业人才欠缺的危机感。同时，专家指出，未来虚实融合系统的时代，急需跨领域的人才，为后值工业4.0与物联网的人才需求，本席等要求行政院尽速研议提升产业数位布局规划的能力及上下游厂商数位整合的对策，重新规划全国技职教育体系的资源，打破科系限制，大力培育跨领域人才，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蒋乃馨等十七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王玉明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王玉明、李彦秀、费宏泰、蒋乃馨等十四人临时提案，鉴于环境保护署空气品质监测网显示，我国中南部系悬浮微粒 PM2.5 指标长期处于红色警戒，显见空气污染非常严重。若国民在空气污染严重时进行户外活动，容易受空污影响而急性触发健康问题。然现行空气品质严重恶化紧急防治办法于民国89年制定，无法因应现代社会需求，原建请环保署加速修订空气品质严重恶化紧急防治办法，纳入 PM2.5 指标，另会同相关主管机关协助建立户外活动管理机制，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四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
接着请赖世宝委员。主席、各位亲近朋友们，赖世宝等受了临时提案，因为接获民众陈情指出，近来在市面上的伪钞流窜，坊间也流传伪钞的流水编号有相同的开头，促使受害商家及摊贩要求员工据说该编号开头钞票，引发消费的争议，显示国内的社会的秩序，那么需要采取自力救济来自保。因此，原提案要求行政及相关单位必须加强查缉不法的行为，以安定人心、稳定金融秩序。同时，也应该严厉加重累犯的伪钞集团成员罚则，并制定伪钞处理专门法条之可能性，是否能够进行公决？本院委员赖世宝等十五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高陆仪用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高陆仪用巴吉拉等十二人，有鉴于国内人口老化问题严重，原住民族地区更因为具有文化多样性和地域特殊性，部落老人的照顾问题迫在眉睫，应即刻发展因地制宜的在地化长照服务。且由于长照业务涉及各部会权责，允以统筹由行政院进行跨部会协调，原建请行政院组成原住民族长期照顾推动工作小组，由政务委员一人协调相关部会定时召开，并邀请相关民间团体、专家、学者和部落代表共同参与讨论相关事宜，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高陆仪用等十二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江启臣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江启臣、徐真卫等十三人，有鉴于现行犯罪被害人报案后，除了取得报案三联单之外，等待警政机关针对报案进度提供讯息或上网追踪进度之外，犯罪被害人对于犯罪被害人相关的犯罪之后的支持服务不甚清楚。另外，就算部分犯罪被害人知道有支持服务，也缺乏单一平台整合相关的服务内容跟资讯，导致犯罪被害人无法获得除报案侦办之外的支持服务，造成既有支持资源未能妥善使用，犯罪被害人无所适从。原此要为了加强犯罪被害人的权益，要求行政院针对犯罪被害人支持服务的单一整合平台或者专区，并于犯罪被害人报案之后主动宣导，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江启臣等十三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严宽恒委员。严宽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简东明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简东明等十二人，鉴于103年度原住民族委员会办理原住民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计划，执行率却不到30%，据原民会表示，其主因乃是计划审查以评比作业原则，行政院竟迟至103年8月4日始于备查，导致当年度仅剩5个月作业时间，原民会办理工作时间不足，严重影响原乡特色道路改善进度。因此，本席原提案要求政府改善行政流程，未来类似情形应优先审议原住民族特色道路预算，
作业原则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简东明等十二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蒋万安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蒋万安等十一人，鉴于市售清洁用品含有塑胶微粒、柔珠成分，不但危害水域与海洋生态，进入食物链后更可能伤害人体健康。2015年12月，美国更率先通过无微粒水域法，规定不得再生产含有塑胶柔珠的洗面乳、牙膏和洗发精，并全面禁止销售，以保护美国水域清洁。台湾目前已在市售308款洗面乳及沐浴乳中发现108款产品含塑胶微粒，但环保署与卫福部对于管辖所属仍有疑义。原提案要求行政院应尽速确定环保署与卫福部之权责归属，并提出是否规范管制之具体结论，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蒋万安等十一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林维洲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林维洲、简东明等十三人临时提案，针对非直辖市地区其乡镇市快速成长、人口激增下，受限于地方财政拮据之因素，面对迫切需求增设新校之问题，往往以简项发包等方式进行招标，导致学校设施参差不齐，促使家长将学童送往其他学区，造成学童及家长奔波劳累，严重影响受教权益，故本席提案要求教育部拟定补助，针对非直辖市新兴国中设校专国中小设校专案经费，并由中央补助费用50%，以解决地方政府无裁员建校之窘境，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林维洲等十三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临时提案均已处理完毕，我们继续处理复议案。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十次会议报告事项第52案至第58案之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案决议另定期处理。现在散会。